gentlemen,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池。九月到了，我本来计划九月份去趟那个西西里，因为人男人到了这个年纪啊，难免就会西西里的，就抓住这个小尾巴啊。但是前一段不是西西里出了个事儿嘛，有个船沉了，上面还有个那个英国的什么大土豪诈骗了惠普多少多少钱，那哥们儿啊，说船员都逃生了，就是。几个富豪都死了，就是特别神奇。然后说初步的尸检出来了，说肺部没有水，死的那波，肺部没有水意味着什么呢？就不是枪死的，那是怎么死的呢？反正事实证明一点，西西里是没有意外死亡的，所以我不去了。我在哪儿不能西西里啊？对吧？其实男人到了年纪，在哪里都可以西西里啊，好吧。那么这周咱们要聊什么呢？千呼万唤，万众期待，特朗普跟哈里斯俩人总算见面了。在当地时间9月10号晚上，咱们这边9月11号啊，两位迎来了首场电视竞选辩论，这是特朗普跟哈里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正面对喷。至关重要啊！有位多次成功预测大选结果的教授。搞一大模型，然后算出哈里斯必胜，然后还有个大仙儿用八卦星盘算出这个特朗普大运当前呐啊！咱们谁也别看，这次辩论谁更胜一筹，一块儿笑看风云。整场辩论100分钟，双方讨论了经济、科技、移民、外交跟医保这几大板块问题。从结果看。CNN 实时的调研说，大概有63%的观众认为哈里斯的表现更好啊，他的中文名叫贺锦丽嘛啊，但我觉得也不一定，风格是不同的，没看就最好，我瞎说你们都信好吧。哈里斯这个辩论呢，叫画饼式辩论法，打过工的都知道什么是画饼啊，就是每一个问题他的表示的开头都是 I have a plan. Let's talk about our plans and let's compare the plans. I have a plan. 我有个计划哦，我计划给创业公司减税，我计划发展芯片。特朗普就一句不停。They've had 3.5 years to create jobs and all the things we talked about. Why hasn't she done it? 就只管发疯啊，就是表示就哎，你现在不就是副总统吗？啊，那你还计划啥？你早干嘛去了？你在台上的时候忙啥呢？我笑吗？你就这么多计划，你是要搞计划经济吗？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今天原话，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了？对吧？但是特朗普发疯式的攻击无效。要是说你如果是对面是拜登啊，就是啊，拜登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拜登估计能愣个10分钟。嗯，我是吗？哎，我不哎。哦，是不是啊？再琢磨一会儿。但是哈里斯背后有高人，不知道是从哪儿取的经。每当特朗普发疯，对吧？他说：“哎，你们搞来的非法移民，在家里吃猫吃狗，然后啥都吃。”然后哈里斯怎么样呢？露出一脸宠溺的微笑，一副就是奶奶看小孩吵架的表情。哎呀，这小东西真好，还会说话呢。就是给特朗普，这特朗普整不会了。到后半场，如果你看了，你就看大爷整个人都颓了，没见过他颓啊，就上法庭他都没颓过。打拜登的时候，他的表情是这样的，好吧？打哈里斯的时候呢，我的天哪，未来4年的节目可怎么办呢？哈里斯这边的反击，不得不说，拳拳到肉，啊，特朗普正沉浸是数了拜登哈里斯政府如何纵容美国犯罪率的提高呢？哈里斯直接一句：“哎，你不就是个罪犯吗？”这特朗普直接就打熄火了。这董王这回真的是碰上茬子了。嗯，当然，以特朗普的性格，怎么会认呢？
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录制啊，因为他们这个辩论完了之后就睡觉去了，还没有进一步的什么回应出来。我相信接下来几天到我们播出之前，他一定会站出来宣布自己，我又赢了，又赢了。对，这才是特朗普。当然，辩论只是个秀啊，真刀真枪要看场外。特朗普的大选历程最近，讲真，场外很顺。那就是纽约州法院宣布，特朗普封口费一案宣判日被推迟到了美国大选当天11月5号之后。这个案子咱们之前说了太多次了啊。歌词大意就是，董王被查出他曾经挪用公款，出去就是风流过，目前已经被定为是重罪，一旦宣判，是有可能直接被送进去的。原本前几天就要判了，但是法官叫梅尔上，啊，犹豫再三啊，还是决定大选结果出来再判。有朋友可能说了，美国这不是把法律当儿戏吗？啊？不要急着骂，带入这个法官他个人的视角，他是什么？归根到底，他是一个打工人呢。如果他现在就要判，啊，判轻了，哈里斯上台那得找我；判重了，董王上去了，那我就得下去了。怎么办？法官梅尔上给我们广大职场人贡献出了教科书般的操作，职场上遇事不决，拖。不是这个拖，不是这个拖，拖延很好啊。所以你看，拖到大选之后难在何处啊？特朗普赢了无罪，要输了直接重罪，两边不得罪啊。职场就是这么简单，好吧。众所周知，哈里斯的民调支持率一直是不低的，多的时候甚至能超特朗普5个百分点。按理说他不用慌，但是哈里斯心虚啊，对吧？你说这些，他的支持率讲真的不是冲他来的，都是冲奥巴马、拜登给他站台站来的，也不是说就是性别歧视，或者说我小看这位现任副总统啊。关键是4年了，我都不咋能看到他。终于，辩论前一周的时候，哈里斯总算是悟出来了。本月4号，他在一场造势活动里边提出来，他要对富人征收28%的长期资本利得税，这是目前唯一一项。他跟拜登不同的主张，记住，其他都一样，除了换人，主张都一样，只有这个不同。注意，他的主张是劫富济贫吗？不是。他不同于拜登在哪儿呢？因为拜登计划的是对富人征税40%，他是28%，哈里斯要少12个点，他是要讨好富人。为啥呢？说白了就是心虚啊，因为就是怕吵不过董王啊。那我就氪金喽，我现在募集了这个政治现金5亿还不够，我继续伸手要，意思跟财团们就说嘛，哎，我保证以后少收点，你现在你多给点呗。憋了2月呀，就憋出这么个招，你能说他很看重这个辩论吗？不，他不在乎，因为辩论是给老百姓看的啊，而富人只关心利益。上次他特朗普把拜登辩倒了，4年前又怎样？辩论就是个秀，只要财团支持，对吧？就阿刚去，阿刚也可以是总统的，对吧？不要小看他，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财团啊。当然了，说大选辩论没用，也得分人啊。对肯尼迪就特别有用，讲历史的啊，就这么说，要不是那年大选有这么一场辩论，他绝赢不了尼克松。那年是1960年，电视普及在美国啊，大选辩论第一次从电台搬到电视台，又恰好尼克松时运不济，辩论之前生了一场大病，瘦了一圈，导致你看啊，这那衣服就像偷来的一样，松松垮垮在身上待着，胡茬也没刮，临时是嘴上涂了一圈粉遮这个胡茬子啊，结果是不涂还好。这一涂了吧，摄影棚这个光一打，完了就这儿锃亮，你知道吗？啊，观众一看，好家伙呀，不光衣服是偷的，他还偷吃烤串了吧他啊！再加上这是头回上电视，头回电视辩论，观众也多，他说哎有这个可以看是吧？然后他也是头一回，上电视辩论，不知道看哪个镜头，全程就是来回乱瞟。偷感十足，我跟你说，这
你就那个形象，别说是选总统，他选个班长我都持保留意见了。你说啥呀？反观肯尼迪，没别的，肯尼迪当年就是硬帅，目光直视镜头，西装笔挺，全程啊说话风度翩翩，铿锵有力。但是具体他说的啥没有任何人记得，但是电视机前的女性观众对他的评价跟这个社会上对我的评价是如出一辙的。他们表示，哎呀，顶着这张帅脸他一定干不出什么坏事儿啊，这感觉啊。广大妇女同志们一出动，肯尼迪这保送了，保送了。你要说这是电视辩论的功劳吧，但是肯尼迪在这次能上台恰恰也说明这个电视辩论没用啊。观众好像是打开了电视在关心时政，但到最后你还是看脸吗？对吧？说白了就是一场秀吗？那还年年搞一轮干啥呢？这年代想看脸选择可多了啊。今年这两张脸，说实话也真是没有什么看头啊。其实美国政客也知道这玩意儿没有用，但美式民主的核心不就是秀吗？就是表演啊，演的让美国老百姓认为自己好有民主啊。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电视辩论太划算了，俩候选人在电视上打得死去活来，吵得翻天覆地，老百姓就跟这个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样啊，是吗？哇哦，他们两个在为我吵架，哎，我好重要啊，对吧？所以你看，只要有一台电视，就能让美式民主千秋万代，好划算哦。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接着聊。来来，我请问啊，哎呀，一名球迷请问，我们节目有必要做到这么脏吗？哦哦，问的不是这个。看到世界杯预选赛，巴勒斯坦0-0逼平强敌韩国队。他们不是还在打仗吗？为什么巴勒斯坦足球这么厉害？问题的关键不是巴勒斯坦为什么球踢得厉害，而是他们居然还有足球队。啊，这个我们查了一下，巴勒斯坦全国人口啊，1350万，全国，就还顶不上深圳一个地儿的人多呢。啊，其中加沙地带还有约旦河西岸，这个人口是523万，其他的全是难民。对吧？在这523万人里边，一半是女生，对不对？咱们得这么记。剩下的260万男人里边，一半算小孩跟老人。再剩下130万适龄男人里边，再刨一半去打仗，啊，再刨去太胖的、太瘦的、残疾的、精神不正常的，那你能踢球的，就是上场他们那几个人了啊。这些球员，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职业背景，啊，有警察、司机、消防员等等，就是没有一个是专业踢球的啊。他们每个星期只有3天训练的时间啊，而且就在下班以后。就这样的一支队伍居然逼平了世界排名第23的韩国队。我的天哪，韩国队你们不该自杀解散吗？对吗？丢死人了你们， shame on you。哎，巴勒斯坦足球队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当所有球队都在进步的时候，只有中国队在散步，最好在配上拍手，对吧？球场能看到他们特写画面的时候基本就这样，是吧？拍手好啊，因为中医说了，
拍手走啊，它可以调节心脏，哎，调节脾胃，预防中风，预防心血管病啊，需要啊，对吧？你看他们心血管啥事儿没有？对呀，因为心塞的、中风的都在看台上呢。这么多年，娟儿姐这次比赛特别心塞，还要花9块钱，我的天，塞死我了啊！这么多年，虽然咱们输过韩国、输过日本、输过伊朗、输过越南、输过泰国，听起来咱们连香港都输，但是一直以来球迷没有放弃中国男足啊！那句口号一定要喊出来：中国男足未来可期。没有想到是这个期，广东这边是这个预选赛0-7输给日本的期。由于这个成绩过于亮眼，导致跟沙特的2-1输的都好平淡，还是在沙特的罚下去的情况吗？啊，情况之下，所以真的就是国足的厨师，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检讨，你们有没有好好检查我们球员的食材啊？这海参里边你是不是没掏干净？一名网友请问。如果我也遇到新闻里那样逆行超车的女司机，我不让她，她动手打我，我可不可以还手呢？算不算正当防卫呢？看一下这个。哎，现场调查一下啊，就是你开车碰到这种情况，你会不会还手？会还手的请举手。哎呦，还不少呢！我的天哪，都是家里不差钱的。你会还手吗，刚哥？会。你会还手？绝对。所以你穷一辈子呀，真是。发财的机会呀！我的天哪！啊，这会儿这，哎呀，真的很难说。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如果挨打的是我，不是我会不会还手的问题，是我可以还手吗？答案是不可以，因为一旦还手，这个性质就变了。大概率不会变成你所提的这个正当防卫，而是叫互殴。正当防卫因为在法律上的认定是非常苛刻的，除非是你处在这一刻不还手命就没了的这么一个极端情况之下，你算正当防卫，否则很难被定为你这是正当防卫。像新闻里边被扇了10几个巴掌，这个侮辱性极强，真是伤害性不大，对吧？因为验伤你不能验心理阴影，对吧？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当我们受到不法伤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合法的反抗？这相关部门能不能给出一些详细的指导意见？啊，比方说什么时候出手才不会变成互殴？有没有规定我用什么样的动作，对吧？是咏春还是王八拳还是怎么着，对吧？有没有力度的一个限制？多少牛顿，对吧？是否可以使用一些装备？啊。那我作为氪金玩家的话，我能不能有张复活卡？所以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还手了，我就是个犯人。如果把一切反击行为都定性成叫互殴，那这个法律保护的究竟是施暴者还是被害者呢？钻法律空子的究竟是不法分子还是执法机关呢？一名公司白领请问，我经常点的外卖店被新闻曝光了。哎呦我天，跟垃圾站开在一起，厨师光着膀子一边搓泥一边炒菜，我就想找一家干净又卫生的店，怎么这么难啊？现在的我才明白，低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脏乱的烹饪方式，现在对一个外卖最高的评价居然是干净又卫生。996的上班族虽然没有时间接触大自然，但是能够通过外卖间接认识了物种的多样性，老鼠、蟑螂、苍蝇、蛆，平时虽然接触不到异性的嘴巴，单身一辈子，但是通过外卖你可以尝到别人的牙齿。哎呀，太恶心了。怪不得有人说求职一定要选有食堂的单位，这话说的是我们不想选吗？是有食堂的单位他不选我呀，有食堂的单位只有食堂选我呀，让我去给员工打饭呢，对吧？最后面试的时候
因为我的帕金森不够严重，面试那轮就被刷掉了啊。打开外卖平台，我们真的很难分辨出来哪家脏哪家更脏，是吧？有人想了一个绝招，说借助外卖小哥之力找出那些让人放心吃的店。外卖小哥表示真没有啊啊。其实早在2022年，我们查了一下新闻，我们我国很多地区开始试点，说由外卖骑手去监督饭店的食品安全，统一给小哥颁发这个聘书还有红袖章，赋予他们直接去看商家后厨的权利，如果发现问题立刻整改。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大聪明才能想出来的办法。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外卖小哥负责监管，那监管部门你是负责送外卖吗？一名外国游客请问，中国的路牌太难念了，大湾要公交长站，我天，是这个，这都是什么呀？我们外国人太难了，上面的中文不会念，下面的英文也不会念，是吧？我觉得你不会念就对了，因为这波不是英文啊，叫汉语拼音，China 历史啊，在中国的地方标注汉语拼音本质，这个本质上是没有毛病的，对吧？天安门就是应该叫天安门，对吧？全拼，不能叫 Sky Safe Door， 但是这个格式呢有待商榷啊。就刚才那个图，你好歹大小写区分一下，对吧？你每个词之间可以稍微隔开一点儿，你这老长一串，你别说老外了，老中念着都费劲儿啊。这怎么了？就是多一个空格就是另外的价格吗？还是什么意思？以前这个路牌上是哎有一些是中英对照的，这是方便外国友人跟国际接轨。现在改成汉语拼音，不是要跟国际出轨，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啊！欢迎各国朋友了解中文，好好学中文吧，了解中华文化。全世界都在学中文化，孔夫子的话越来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下雪了，我们去滚雪球吧。滚？那到底我滚还是不滚？郭老师请告诉我，我滚还是不滚？滚。一名电动车车主请问，中秋假期准备带着家人出游，预订酒店的时候被告知酒店禁止新能源车下地库，堂堂五星级酒店居然歧视新能源车主，尊贵的新能源车主，哈哈，消消气儿啊，不要过度解读。酒店之所以实施这样规定，只是消防安全的考虑。因为最近这个新能源汽车自燃的新闻时有发生，相比于油车起火，新能源汽车的起火速度更快，瞬间能量更大，扑灭难度更高。偏偏消防车下不了地库，也就是说啊，一旦汽车在地库自燃了，自燃的车以及旁边所有无辜的车，甚至是再往上整栋建筑，就是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哎，根据数据统计，在2023年270多起新能源汽车火灾事故里，50%以上都发生在充电或者是静置状态下。这个数据很有趣，50%，也就是说你开着和不开着，它都有可能起火，概率是一样的啊。罪魁祸首就是叫电池热失控啊。现如今你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新能源汽车神仙打架，咱们这儿好像是能做手机的都能改行做电车了，对吧？甚至有的品牌还有个宣传口号叫烧一赔一。喂，你这么宣传，这有人敢买吗？啊？就是如果品牌对自己的电池这么有自信啊，你不如你叫烧一赔一，你要叫烧啥赔啥啊，不要卖车的时候重拳出击，出事了以后唯唯诺诺。王周杰，
分出了一些有缘更有趣。最近乌克兰政府发生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包括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环境保护部长跟副总理在内，多位内阁成员辞职啊。这件事儿很不寻常，官方给的说法是官员主动递交了辞职信。但是你看看乌克兰现在这个就业市场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会儿辞职了你先出去干个代驾都很难，对吗？刚一上岗你就滴滴，系统已经为您自动接单，目的地莫斯科，对吗？所以这不过是他们商量好的一个把戏嘛。官老爷们挪挪屁股又去了别的部门履职了，你以为是辞职，其实这个玩意儿叫调岗，你以为是处分，其实是升迁。我看不懂，但是我大为震撼啊！那这一系列变动的背后是谁在后面推动的呢？还能是谁？难道是普京吗？啊，本来在今年的五月份啊，这个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到期了，结束了，但是因为处在战争状态，乌克兰没有办法开展新一届的总统选举。那这个时候泽连斯基大幅调整内阁，不仅能让外界重新提振对乌克兰政府的信心，更是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啊。他曾经跟媒体说这么一句话，很刺激，这句话说的，他说战争一天不结束我就一天不下岗。我天，你跟普京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知道吧？韩国总统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啊，没有人抢着干的。韩国检方搜查了文在寅女儿的住所和办公场所，理由是文在寅涉嫌收受贿赂啊，之前刚搞了他那个前女婿嘛，现在都离了婚了又搞了，对吧？在这次搜查里面，检方甚至没收了文在寅还在上小学的外孙子的 iPad。 杀人诛心呐、啊！对于这个小外孙来说，这比抄他家房子难受多了。 iPad。 其实这个案子非常的简单，就是文在寅担任总统期间，他当时的女婿获得了一份某航空公司年薪106万的工作啊，折合人民币啊。检方怀疑文在寅跟这个航空公司之间存在政治交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咱们见的太多了，你这就106万还给自己女婿到公司里做牛马一年，就这么个交易，这不叫政治现金费，这是女婿的窝囊费啊。啊，本来历届韩国总统他就凑不出2张无罪证明啊，现在1张都难保了。上周有美国媒体爆料，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加入金砖，让华盛顿感到非常的惊慌。美国当然慌了，因为北约是他主导的，而金砖呢是中俄主导的，好吧？土耳其一旦申请成功，那以后埃尔多安就是咱们安插在北约的好同志啊。不仅美国，欧盟也慌啊，直接放话说欧盟的大门永远为土耳其敞开。对呀，人家从1987年就开始申请要加入你们，你们后边也没客气，陆陆续续批准了10几个国家，就是没有批土耳其。现在孩子没了，你知道去奶他了；备胎跑了，你知道舔狗好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个事儿金砖国家也慌，也慌。随着今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的加入，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经超过了 G7 和欧盟，就这么厉害。同志多虽好，但是奈何这个新同志不是特别的靠谱啊。土耳其是出了名的墙头草，墙头草啊，没有站直过，谁强他就跟着谁跑。你说他不接纳他吧，他又是这个欧亚之间特别重要的贸易桥梁。你说俄罗斯的天然气，咱们中国的电动汽车，都可以在他那儿转一手就避开欧盟的制裁啊。但你接纳他吧，就跟家里边领回来一只成年的哈士奇一样，你说不好他啥时候家就没了。
在前总理辞职了51天之后，法国现在迎来了新总理啊！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73岁的巴尼耶为新任总理，导致法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你们知道吗？这是法国人才放完了一个月的暑假呀，又上街示威了。他们是真的一天班都不想上，我跟你说。回顾近几个月的法国政局，那就是一个法国版《甄嬛传》。马克龙就是那个最有心机的马贵人。先是7月初，第一轮国民议会选举结束，法国极右翼得票率第一，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马上去找左翼谈合作。啊，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呢，中间派跟这个左翼就采用了弃保战略，保送左翼联盟成为了议会多数。那按照惯例，你就得任命这个左翼联盟推选出来一个人做这个总理，对吧？总理本身在法国的这个体制之下也是一个吉祥物嘛，对吧？这个时候马贵人又不认账了，他又跑去找右翼谈合作，最终在茫茫人海之中选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迄今为止最年长的总理巴尼耶。朋友们，73岁，73。84。 Come on, man. 马克龙为什么选他？是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了拜登的影子吗？啊，这些都不重要啊。因为总理这个职位呢，就有点像《甄嬛传》里的宫女，就是个背锅的啊，过不了多久还得换。啊，你可要活到换的那一天呢。9月15号，是英国哈利王子的40岁生日。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呢，哈里将收到一份价值800万英镑的遗产。这笔钱来自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啊，就是伊丽莎白2世的母亲啊，这个皇太后在1994年设立的信托基金。啊，皇太后目光长远，这个钱要是放在某些信托机构哈。是吧？哈里现在可能已经在举牌维权，还我个钱，对吧？对哈里来说，天降横财是件大喜事儿。但是威廉王子现在很生气啊，因为这个亲弟弟脱离王室之后，现在是王室头号黑粉，出版了那个自传《备胎》，是全球畅销书。现在这本书啊，已经为哈里赚了2200万英镑了。他在书里边大爆王室的黑料不说。最主要，他嘲讽威廉的头秃得令人震惊。原话翻译成中文版就是这个：秃得令人震惊。你就这样，你还想从我们王室拿遗产？你这不就是吃饭砸锅、端碗骂娘吗？对吧？这个哈里这么说真的是过分了，对吗？一家人你不能说两家话呀。你笑哥哥，你笑他别的，对吧？你笑他是个秃瓢，你有几根毛啊？今年7月，白俄罗斯虽然不敢出兵啊，但是白俄罗斯抓到了一名打着教日语的幌子，在白俄罗斯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特工。但是日方是矢口否认，说是白俄污蔑造谣。没有想到求锤得锤，9月初的时候，白俄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部15分钟的专题片，叫《东京武士的失落》，公布了日本间谍的犯罪过程啊。这个节目里边啊，这个日本间谍不仅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带着节目组重温了一遍自己的来时路啊，间谍之路，好吧，带着银手铐啊，生动的给观众朋友们讲述了自己是，哎，我是怎么偷拍这个白乌边境的军事设施啊，然后我怎么拿着这些资料跟日本大使馆接的头啊。你说这么好的题材才拍15分钟，太浪费了，对吧？你这种素材你可以走进科学拍，20集起步，对吗？白乌边境为何人影闪烁？数百头母猪为何半夜惨叫？是鬼子的人性扭曲，还是太君的兽性大发？这是15分钟一播啊！日本政府现在出来强烈抗议，他们不是不喊冤了，不喊冤了，而是质疑你们这个国家电视台为什么不给间谍打马赛克，侵犯人权啊！听得白俄一头雾水，
我们又不是日本，拍片不打马赛克。今年呢，日本国内这个对，不是近年了，就是最近，日本国内不太平啊，因为日本部分地区从七月开始出现了大米供应严重短缺，很多超市现在仍存在断货或者是限购的情况。嗯，根据日本国内自己的分析啊，说造成这个大米荒的原因啊，极端天气啊，然后地震预警，他不是说要有一个巨大的地震要来，导致民众就开始大量囤货，还有海外游客暴增，海外游客暴增，哎，真的，你这怪游客真的是思路很新鲜，是吧？泰国游客也不少啊，对吧？那泰国那个叫什么泰国香米就吃完了，啊？问题是，来你家里做客，你们那儿除大米也没有什么别的吃了呀，对吧？鳗鱼饭配油条，不配米饭。然后三文鱼下边你不搭米饭，搭个馒头，啊，就是一个饭都吃不上的国家，踢咱们7-0。哎，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就是这帮球员吃太饱了。这是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逐颜开，下周见。为什么你不发射？有人平淡，有人离奇，延迟发射。拜拜。